不好意思，说还在做，还在做。OK，然后这个说还是说清楚来吧，别人点几下我啥都不知道。你说你教完了，我啥也没学会。待会会做一个整个流程的一个校准的，就整个流程的做法。然后我这个就教完了。你这个ABB 的这个仪器的那个说明书呢？啊，有，我看见了，我放进去了，有，都有的，是，而且那个是英文的。英文的总比没有好。啊啊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家里也有一本。可以，然后这个就加完这个零点，然后降满几点的就直接。 然后降满几点的话，就直接调到抽空气中的这个氧气就行了。这个流量也是1.0左右，0.8的，1.0左右，0.8到1.0之间，就不要超过1.0就好。然后等它稳定的话，就可以叫这满值点。这个是满值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高点嘛，你空气当中
你空气当中的氧气不是20.95嘛，对吧？嗯。那你一个零和20.95的话，它就会有一条斜率。那你测试的过程中啊，就在这一条这两个区间，那岂不是算得出来了？就一个零点的信号，一个100%的点。零点是真空吗？零点是氮气当中的氧的含量是不是零？嗯，对。哦，刚才是氮气是吧？对。把它取一个20.95。然后这个是氧气的，然后它不是还有这个几个标记吗？这里打到这个，是我看一下哪个是8.5-8.5。啊，8.5和0.85。客户自己回去还得叫吗？他每一个测试之前都要叫，所以这个标记是一定要的。给你确认到还是有点区别哦，为什么一搞就回去了？
1.01 的话，它就会释放多少的热量嘛，对吧？然后的话，这里面它会有一个吸系数，就一个系统系数，就通过这个甲烷去跑的。对，就它烧一个甲烷以5000瓦的这个浓度去烧它。烧这个甲烷嘛，然后它是有一个这个它有检测它的甲烷的流量，检测完它的甲烷流量之后，它就可以看一下跑了多少，跑了多少的甲烷，然后它对应释放的这个热量是多少，然后跟这个是不是对应的，那就算出来这个系数。你们有没有那个无线网卡？对，插到里面去，我帮你那个系统。